大作战。是，如果我让大家说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帅哥美女最多的地方，云集的地方会是哪里？ Club 酒吧。酒吧就是不管在哪个国家嘛，反正就是 Club 夜店还有俱乐部里面是酒吧人最多的。有道理、就是、对，我觉得是那种时尚精品店、名店。对，有很多很多帅哥和美女，就是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对不对？我觉得是学校。嗯，因为学校里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产生了共鸣呢。对，因为学校里面都是含苞待放的花嘛，然后都是祖国的花朵，都很好看。那为什么也有一些开过的？对、啊、所以我毕业怒放。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个 party 啊，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个话题。虽然我个人觉得帅哥美女最多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嘛，所以其实帅哥美女要靠你用美的眼睛去发现。但是你要说这个时尚的 party 呢，那真的是帅哥美女云集的地方。没错、啊、为什么大家会精心准备？对，就是的，我要去参加这个 party， 我不可能说就这样直接去了，我肯定要打扮一下。对、啊、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这个 party 这个部分了。嗯，聊到这个在 party 上的美丽大作战。而且我们今天呢这个首先有一段这个出场秀啊，就请到了这个时尚派对的达人，让我们欢迎时尚 party 达人杨千霈。哇，千霈今天有精心打扮。哇塞哇塞，一身黑色的小洋装衬出了万千风情。来，请到我们的背板旁边拍照。我喜欢他黑色的这个，而且这个妆也是非常的清新美丽呢。谢谢，掌声欢迎千霈。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位著名的舞蹈皇后。我们欢迎时尚 party 达人刘真老师。闪亮的鞋子，闪闪的亮点，与他的耳环也是一一呼应。老师可以了，请到背板上拍照。谢谢老师。各位，接下来这位呢，他个人要求一定要最后出场，我本人也不太想介绍，但是呢又不能没有他。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时尚 party 上的败笔。 I'm sorry， 不能说实话，时尚 party 达人谢今天穿的是一件这种改过的旗袍，后面的那个。来，掌声欢迎三位 party 达人。我们大家掌声欢迎千霈和刘真，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要请千霈来跟大家这个好好问好一下。因为其实呢，我是经常会看千霈主持的节目，特别是包括这个红地毯的部分。对，可以说所有的主持人都觉得红地毯是最难主持的。对，星光大道。星光大道，包括有的时候外面会非常的冷，对不对？是，下雨啊，刮台风，你都要站在那边站得漂漂亮亮、美美。是，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千霈总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在这种 party 上，就是作为主持人，时尚 party 主持人的这种心得？其实我觉得每一次的主持都是一种挑战了，就像刚才我们何老师讲的，就是不管外面气候再怎么糟糕，就算有只蚊子跑到你嘴巴里都。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访问到这位巨星的这个扑火虫。哦，这样。真的假的？可是正常人一般的。要美美的，要美美的、okay. 要美美的吐一个嘴里的飞到嘴里的苍蝇，要怎么吐？你怎么吐？就好，现在呢？实验小心！你是把它吃下去了吗？没有做到境界吧？这很丑，是吧？我说刘真老师啊，想请问一下，今天参加我们这个 party 开心吗？你还好吗？
啊，那你有没有在红地毯上访问过就是非常难访问的嘉宾？应该说有一次在访问像是一个电影剧组叫《头文字 D》，那时候有黄秋生啦，周杰伦，周杰伦了，哎呦，你们知道吗？我们小朋友真的可能，频率也太高，哎呦，不错不错，太神话了，对不对？对，所以说他们就是一开始都蛮冷的，尤其是黄秋生。然后那个女主角又是日本人，所以说还蛮尴尬，就很尴尬，尤其是黄大哥他就这样。就不知道在不高兴什么，你知道？对对，所以我就想到了一招，所谓擒贼先擒王，先找周杰伦下手。我还以为去找一个姓王的。不是王大哥，不是啦，就找周杰伦，因为其实之前访问他跟杰伦还算熟，就说哎呀，杰伦就哄他开心，哎呦，他心里都很好了。就黄大哥的那个黄秋生的大哥，他那个心房就解开了，所以整场就很融洽。其实黄大哥不是解开，是因为他想他摆脸呢，你就一定会去访问他，他看没人理他，他说哎，不如贴脸跟我说话呀。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嘉宾真的从头到尾都很冷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招，就是我们自己把气氛嗨起来。超嗨的，你比如说现场我们很冷，对啊，对，比如说你介绍我们快乐家族五个人，就是我们超大牌的，我们天团，有没有？是不是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跟刘真老师一起来为大家欢迎到快乐家族，我们欢迎这五位非常非常火红的主持人。介绍一下，从佳佳开始好了。知道我的名字还问我干什么？是的，我们想加深大家的印象嘛，对不对？对对对。大家好，我是维嘉。是维嘉。那这位哇，帅妞来着，好热情啊！哟，你已经红成这样了，需要介绍吗？啊，也是，真的是红到发绿了，有没有看到？这样开心的。是。那哎呦，不在话下了，我们何老师。哇，何老师大腕儿，真的大腕儿，访问啊什么什么。很机灵，一等一的厉害。何老师有什么话想跟我们所有现场观众朋友讲一声呢？何老师，哎，是何老师，感觉非常的开心啊，是吗？让我讲不出话来，谁会开心吗？看不出来的哈。对，好，那下一位呢？是很可爱。大家好。哇，哎，怎么样？我知道了，刘英老师，是你们这吴昕呢是走这种酷妹路线，对，他故意要给大家一种那种。哦，小资女生嘛，对，装酷的，小小的叛逆呢，对，哇，最后一位不得了了，我大老远就看到他了，就是，真的是非常明显，海涛，有点稚气，好明显哦，我好酷，海涛，你好可爱，大家都好喜欢你哦，好没有稚气，海涛，你接住，来，掌声给刘真老师，还有我们姚前辈，是。我们也请了刘真老师来跟大家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刘真，我很开心来到这边。好甜美哦，每次说他说话的时候连我身上都酥了。是的，你们还好吗？我佳佳，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这边挪不动了，因为都酥了。真的，我跟你讲，我就觉得还好，软了，真的。你觉得还好吗？我觉得我 OK 啊，我对老师的这一套，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用。刘真老师是非常棒的这个舞蹈国标舞，国标舞老师，而且国标对也拿过很多的奖。对，现场要不要看他小秀一段？要。哇，摆几个 pose 就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那我就小秀一段。好，超有气势的刘真老师。来，再跳一个，再跳一个！被疼了，被疼了！老师，你会疼吗？那个耳环这样飞出去，你自由都不知道。我不会疼，因为你跳的跳得太入戏了。你要不要帮刘正老师？我可以吗？还是就让我保管？再有机会，不要这样吧，人家。哇，哎呦！我跟你说，在古代，啊、在古代都只有老公才可以跟老婆戴耳环。在现代的话，干这事的都是化妆师。佳佳哥，你手抖什么呀？好抖呢！你现在全身的感觉是怎样？你现在全身的感觉是怎样？一碰就倒了吧？对啊。反而更加挺直了。男人的骨气，对，男人的骨气出来了，我就跟他。对啊，这种如水的女人，你就会想自己挺直腰胆去保护她。保护她没错，而且跟她戴过耳环了，我有什么事情不可以为她做的呢？对不对？是是
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像你刚才啊，穿着那个裙子那么转，你会担心走光吗？其实你一定会担心，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做好防护措施。主持人的部分，这个我就要问一下千佩了。是，你像穿这么短的裙子，万一在外面有风吹起来，比如说在外面主持的话，你怎么办？就一场台风吹起来就。你有碰到过这种？哦呦。就是赶快把它压住。你有碰到过这种事吗？对，其实有的，尤其我们会碰到风很大，或甚至是有，我记得有一次啊，超丢脸，因为我们在跳舞，然后它是户外的场地，那我们穿一件大裙子嘛，那个风直接把裙子吹到我脸上。刚才你要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会说。我开始以为刘真老师就是，以为他就是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我们，没想到就是讲了一次自己蒙羞的经历。来不及了。我如果现在跳的时候，风这样吹过来的话，你怎么办呢？我会说，风，你终于来了。是有多想红啊。那比如说佩佩，如果你在主持的时候导演发现你那个就是比如说有那个或者不太方便，我想到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在主持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坐着主持的然后突然下面就很多媒体朋友们一直拍，我想说哇，是说我变得越来越漂亮还是什么样之类，最后我在远方看着我的经纪人一直跟我比唇语，什么？你们听得懂我讲什么吗？说什么？穿吧，你们竟然听得懂明啊！但是我没听懂，我真的就是有这方面的残缺，我就是看不懂唇语。我就在台上，我一边要主持，然后我一边要注意媒体大哥，我还一边注意我的经理人，他就跟我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刚才我问那个问题，你觉得你在这部电影里面，你觉得表现怎么样呢？就其实我是在摇头跟他说，我听不懂。那个我是嘉宾，我就会说你还要继续。你的制作人说你穿帮了。就你已经看到了，对，千万不能跟娜娜一起站台上，太可以让我久了吧？不过我下面我的经纪人，所以那天你会就是继续让他这样穿下去，就穿帮。后来我经纪人实在受不了，他就这样，这是个很大的动作，让我看到说哦，原来我穿帮，我就整个就是啊，娜娜哦，赶快收敛一下，对，赶快。我觉得经纪人应该准备一个照片，以后拿出来就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就是你上次主持不是、就是刘真老师那个情况。可是你知道，我后来发现那一张照片有一个好处，我可以不承认，因为他完全把我的脸挡住。真的耶，反正不是我。可以。可是我倒是想起来，我有一次，因为我们动作真的很大，那我们舞衣的肩带呢，因为我太大力，所以在跳一段的时候，它就这样啪断掉了。然后我马上立即反应是赶快抓住胸口。可是因为那个动作，我本来是要跳出去嘛，就比如说佳佳借我一下。如果佳佳是我的 partner， 那个动作呢，其实我应该是站起来之后呢，我就要走出去，就是面对我的舞伴。可是走。你的动作真的是这样，但因为我那个肩带掉了，所以呢我就这样啪，然后我正好在这边就是动，然后我舞伴就觉得很纳闷，他说你在蠕动什么？你为什么不出去？我就跟他说肩带，就因为我们是舞伴嘛，所以很有默契，所以我就边动，然后舞伴边帮我绑肩带。真的、所以就是我在就看两个人在原地一直蠕动，然后观众说先生你们已经一个小时了，蠕动一个小时了。没有。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刘真老师的舞伴啊，不但这个跟他默契，而且还准备周全。就看到刘真老师在蠕动的时候，他拿出了针线。针和线。鸡鸡跳鸡鸡，木兰当户织，秀了一首诗。精忠报国。也太久了，好讨厌。对，那个千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跟刘真老师那么熟，你有听过他发脾气吗？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属于那种会让男生会觉得怎么会那么娇媚，就是千娇百媚的声音。对，真的。其实我说真的，我跟刘真老师合作主持两年了，对，然后有时候我听到他跟他的助理在讲话，你真的很奇怪。我说，刘真老师，你是在生气还是在撒娇？没有，千佩，我真的在生气了啦。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再凶一点？我生气了。OK， 好，真的，因为他就是个
性啊，声音都太娇媚了，所以应该没有声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很生气，但是我看试试看，试一下，我气到都在发抖了。那我对谁生气呢？刘能姐姐，我借你用，反正你也没还了。等一下，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落到你？没事，对啊。哦，这是生气嘛，对不对？对对，好好，尽管对他生。对，我就是那个肩带没有缝好。那我先，我要演喽，佳佳。你凭什么秀精忠报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生气一点！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你为什么要秀精忠报国？为什么嘛？你很过分，是不是？你很过分呢！这要我可以娶你吗？佳佳，你要进去。佳佳，等一下。不要仓促做决定，我们还有一位时尚 party 界的达人还没有反应。娜娜，你也有很娇羞的一面，你可不可以突破你的极限，就是又娇羞又生气？好好，演技派。哎，你哮喘吗？你还好吧？演员。刚才那个环节是狗狗的，这回是人的，好不好？刘江，我可以娶你吗？两位在比如说一年当中大概会有多少个参加 party 的机会？我大概差不多10场到15场吧。一年啊？对，一年。就是那种很隆重的。很隆重的，而且它还有分，它大概会密集集中在某些月份。哦。对。旺季和淡季。哎，真的，它有分。旺季是在春季吗？旺季是在春夏，大概3-4月，因为刚好品牌的可能新的衣服、新装刚好上。然后另外就是在8-9月份是秋冬的。哦。对，那有一些像。所以换季的时候，就狗狗褪毛的时候，你们。对不起，因为刚才那个环节是狗狗。OK， 好，所以大概是10到15场。对，差不多。千倍。但是因为本身我也是个主持人嘛，所以我可能会比刘真老师再多个几场，可能20场到25场。原因是因为有时候要主持很多精品的一些记者会或是 party。明白。对。所以有的时候是去参加，有的时候就是在工作的身份。是，没错。海涛，你呢？我主要是看市场了，如果淡季。如果大概旺季的时候呢，也没有一年能主持2-3场。如果淡季呢？淡季2-3年主持一下。你喊他，你会。但是好在前几天我刚刚参加了一场。是的吗？对，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是那个中国风的一个感觉，中国秀。真的？大概那天我以为是狗狗的。我也是觉得很时尚，狗狗的时尚 party。那是上一个单元。忘记他。有的时候去参加这个时尚 party 啊，就会有这个一些收获，比如说认识一些新朋友。是。然后作为艺人呢，会有曝光的机会。但还有一些比较实惠的，就是有的主办方面会精心的准备一些小礼物。让你对这个 party 会有印象。对，两位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礼物？对，在那边是不是？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呢，因为我们先从就是比较小的礼物开始讲起。这个是一个化妆品牌，它送一个镜子。对，那我觉得镜子第一个它很随身嘛。对。其实这个品牌很贴心，它都会送给很多艺人用。对，然后它可以带着用，所以那这个礼物也很轻便。还有像看这个好了。哇，这个表是我收过最贵重的礼物。这是个表、它有一个名字叫剑鱼。这只表呢，我知道它的价钱大概差不多接近50000人民币。哇，这个活动也太有钱了。是世人就送吗？还是只送给了你最重要的？我们有4位出席嘉宾，然后嘉宾就有送，一人有一个。然后这个表我知道潘玮柏也有一只。好了，这个呢，这个是一个法式。那这个法式呢，它也是法国的品牌。那它最特别就是它都会有那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好闪，闪闪动人。对，那它店里面卖的正品是很华丽的，非常华丽。可是因为赠品，所以它就送一个比较小巧的。我觉得这个反而实用度比较高。我知道海涛喜欢戴嘛。应该戴不下吧？在后面那么笨钝。哇，好适合海涛哦！哇，海涛你好，可以去演哪吒了。
好时尚的戴法，对，其实蛮好看的，还可以，而且他居然就卡住了，对，对，就掉下来了。终于轮到千佩的部分，我就比较寒酸，我觉得有很好啊，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它只有一个角角，但是这是女人当女人的梦想，哇，对对对对，超大的，对呀，这其实嘞就是我这一次去帮 Tiffany 他们主持，然后是他们最新一季的Keys Collection， 就是他们。主打一个钥匙的，然后就送你一个很可爱很可爱一个很小很小的钥匙，小小到有点都不好拍了，很小啊，对，那就是很贴心的，就是现场来的嘉宾他总共有六把的钥匙，你可以自己一人抽一把，那可能你抽的跟你抽的都不一样，然后他们的主管还会有一个小卡片告诉你说，哦，你抽到的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钥匙，哦，就是它会有意义，对不对？对，所以你抽到这把叫做一句心语的解答，就是说其实钥匙他们象征很多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它可能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一把钥匙，或是解开你心中一个秘密的一把钥匙，所以它含义不一样，因此呢每个嘉宾抽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还蛮贴心的一个小巧，好浪漫，真的。另外呢，噱头很足，有一次去看那个香奈儿的秀，他就是因为现场的人，就像朋友们现场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们可能坐起来会不太舒服，所以艺人他就送一个椅垫，特别定做的一个椅垫，就可以想坐的时候。你确定他们是说可以带走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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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介绍我他住我朋友一家酒店啊，他说你朋友对我太好了，连电吹风都让我拿回来。我说没有，那床单也可以带。是啊，他把拿错了。下一节，何老师做了什么举动令全场惊声尖叫？就是当何老师他在带之前，他有轻轻揉我的耳朵。揉耳朵。你们的别管我们俩。又是什么令维嘉愤然离席，现场陷入混乱？真的假的，维嘉，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会输给何老师。好了，讲讲我不干了。麻烦维嘉。Hello。 哇，不醉不归。先生你吃宵夜了。我觉得前面都没有提升这个 party 的档次。没有吗？我没有让你让来一下，靠你了。世界和平。广告回来，精彩升级。回到我们 OPPO Real 音乐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那我想请问两位派对达人，参加了那么多 party， 觉得我们快乐家族的五个人分别适合去什么样的 party？ 我们就一个人开始讨论好了啊。你觉得呢？我们要先从谁开始？先从海涛开始好吧。海涛啊，其实我蛮多想法的，譬如说今天有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汉堡店要开张了，我们就可以请海涛来担任代言人，或是来担任嘉宾，很有幸福度的嘛。对，我是觉得呢，海涛他特别适合去吃的，像是铜锣烧的 party， 或是哆啦 A 梦。你不觉得他很像小叮当吗？对对对，那小叮当很爱吃那个叮当豆沙饼啊，或招财猫宠物店也行。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发散一点，像什么珠宝啊也可以的。珠宝啊，就是珠圆玉润的宝贝啊。吴昕呢？吴昕呢？我觉得吴昕可以参加，像之前上海不是办一个芭比娃娃的一个时尚 party，他很像洋娃娃，他就可以参加芭比娃娃的。他很适合参加那种学院风制服 party，穿得乖乖的，但是又很俏丽的感觉。对对，下次找我哦。好，那我呢？何老师，我会觉得何老师适合参加像是笔的 party。笔画，就是对，因为我觉得何老师看起来就是很聪明，好像很会写文章的感觉。文人，文人，对，或者是雪茄。顺便，我的字也很好看。好有深度，好有厚度。对对对，我觉得何老师。雪茄，哦不，我不抽烟。他跟雪茄差不多粗吧？那那个。有可能，我觉得还有刮胡刀。
我有跟康永哥出席一个活动。康永，对康永哥，那我觉得何老师感觉跟他有一点像，就是有一种儒雅的感觉，书卷气，内敛的蔡康永。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刮胡刀呢？非常适合，我觉得非常适合。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刮胡刀啊，它是手工的刮胡刀，它不是电动的，然后你要在脸上涂泡泡，然后再这样慢慢把它刮掉的，就是很高级的，很 fix 的那个，然后很古典美，六。我刮胡刮出五六的，好刮选哦，刮选一成，真的是。对，现在这样，我知道去到一个 party，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挑选一个搭档或者挑选一个伴侣。对。刘真老师，你会愿意挑什么样的男生作为你的 party 伴侣？那你知道我们女生去 party 其实好辛苦的，因为坐啊站啊都要很小心，所以我希望挑选的男生是就是很照顾我，然后很绅士，很贴心，很体贴，全程拿着他的西装挡着你的裙。对对对，那我们这样，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现场也有三个男生嘛，对呀、啊，哦，现场挑一下，对，要现场挑一下，让刘真先配，还有娜娜姐妹，现在就挑了，需要挑一下吗？对，来啊，好好好，我跟你说，就是挑完了之后就直接进入到 party 走秀的部分。如果有一个男生被两个人同时挑中，而且他也愿意的话，他就跟两个男生跟两个女生一起走，剩下的两个男的就自己走。在挑之前，我可以讲一下我曾经就是被主办单位安排错了拍档嘛，你真的好纠结啊！对啊，本来应该是就是红地毯，就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对啊，但我那次参加 party 就不幸分到了，不幸，很奇妙的，很奇妙，我安排被安排了跟另外一个男生走红地毯。你说这一段就是很好纠结，没说清楚。对，说一下。刚才就是这段话，你打了20多个螺丝。我再来说一下，在他们选拍档之前，我来想讲一下。怎么了？怎么回事？我们再给大家鼓掌。我跟你说，本来可能有一些嘉宾想要选你的，但是后来发现你表达能力，可能会放弃。在我这边有点。再来一遍，预备，这样的。应该是安排一男一女走红地毯，可是那一次呢很奇怪，主办单位安排我跟另外一个男生走红地毯。那他是谁呢？就很奇怪，是陈豪。哦、嗯。就是也为了身材保持很帅，你看陈豪。哎呦。然后我们俩就坐进那个礼宾车嘛，完了之后就快要到达会场，然后陈豪就在那边说我们俩他们都是手牵手进去，我们俩要不要手牵手进去？对啊，选了吗？那这样刘真老师先来，刘真老师迫不及待，直接来嘛，你要控制大局。好，来，我们开始了。是谁？他是在犹豫。到底是谁？他在犹豫。就刚才那段话说错了，我怎么了我？等一下，谁主持人没出过错啊？好了，讲讲。我不干了。等一下，不要这样了。减分了，不要这样，减分了，你怎么能这样？别这样，别呀、啊！你是打人吗？你要干嘛？这样干嘛？刘真，你这样就不太好了。你这样侮辱我们就是好朋友、好搭档，你这样会伤害他。你不如把事情说清楚，让他伤个名字。就是我比他好在哪里？等会儿，我刚讲，可以在说之前，我把耳环还给你。又掉了。这个要不我们先收起来好不好？还是说要带回去？要带上。OK， 朋友们，现在该轮到谁了？朋友们。OK， 他不会带。耳环是戴在耳朵上的。不是戴在鼻子上的。问一下刘真老师，哪个帮你戴耳环的感觉好？我这么说好了，因为我刚刚说我喜欢体贴的男生嘛。那刚刚呢，当然佳佳就是直接帮我戴上去。可是刚何老师他在戴之前，他有轻轻揉我的耳朵，揉耳朵。是，何老师，我跟你们讲，何老师，你对，你别动，
要干嘛？你们不知道女艺人的辛苦，因为她那个……哎呀，我耳朵都叫我耳鸣了。对啊，因为刘真是没有耳洞的，她那个耳环是加上去的，对，整个耳朵现在都已经是紫色，就加到都瘪了，都红了。对，所以我就帮她稍微那个按摩一下。还是受不了。这件事情不要乱来啊！就哎。就耳垂帮他按摩一下，只能说你高明。对，真的。何老师，算你狠。我觉得大我二十岁，大的值得。等一下，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不是在揉完耳朵之后，刘真老师选的我，我还没有做这一些，他就预感到我会是一个很 gentleman，他就预感到你会揉他的耳朵。来来来，好，来第二位，第二谦佩，谦佩，好，回家你就服了吧。好，那现在那个也请老师先回到位置。我能反对吗？我不能反对啊。可以啊，你可以反对啊。反对也没用，他已经揉了耳朵了，那怎么办？你再揉回去。请问是个柔道吗？不是，因为何老师在戴好之后，他还问我一句话，他说痛不痛？啊、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不过就是戴个耳环呀，只能说洞庭湖的老麻雀。但是我有句话想问一下刘真，就是在你走过去那一刻，有没有想到要在我前面停留一下？没有，不是问你了，他很肯定。就是有没有犹豫过？我感觉到你的眼神当中有一种渴望，但是我不好意思看你的眼睛，我想到你刚刚那一长串螺丝的话，我很紧张。哇，主持人们哪么好了？我跟娜娜看不下去了。谦佩，谦佩是谁？胡老师，你们在干什么啦？完蛋了！你们聊你们的，别管我们俩。回家你输得一败涂地，我不要。我也不要。你用来给我擦汗，做给别的女人看，我不愿意。来，我来帮你擦擦孩子，就我自己擦过的，给你擦一擦。好，现在继续该谦佩选了。好，我想我不会像娄真老师一样那么的犹疑不决，所以我就选择海涛。可不可爱呢，海涛？回家。等一下，佳佳哥，谁有我的一天？等一下，谦佩，是我毫不犹豫。你不能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我可以以后给他汉堡。你当时奔向海涛的时候，你们想到就是投海自尽吗？好，今后你们根本就不 care 我要选择谁。我很关心，我很关心，我也很关心娜娜，是吧？我也很关心。好，来，娜娜出发。因为男生还没有最后表态。所以 question 的谢依晨要选择谁呢？何老师刚才已经选了。备选。海涛刚才已经奇迹般的备选了。奇迹般的。solo 这是一个农村曲吗？什么？要不要接下来呢？就进步这么不好。等一下，佳佳，他们选了，他们互相选了无所谓，他们不一定会幸福。但是我选你，可能也不一定幸福。但是我自己告诉自己，宁缺毋滥，所以我也不会选你。宁缺毋滥，烂这个词，真是的，就接不受不了了。别拦我！别相信我选你，我选你，我选你。真的吗？啊，真的。好，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就好可怜嘛。真的不玩了，别玩了，我们讲，我们直接那个现在啊，我们看你怎么圆吧，不玩了，就是我们现在皆大欢喜啊，就是不管怎么样，皆大欢喜，就是谁皆大欢喜了，我很难过。哎，等一下，吴昕好不好？吴昕不是人呐、啊，真正没有搭档的是娜娜，她将终老一生。哦，对。哇，你们听到她终老为什么那么鼓掌？对。娜娜好孤独哦！我安排一下，那这个 party 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找到搭档的话，你就在红地毯的尽头当众自尽。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大家一对一对走出来，然后娜娜走到这的时候就一死谢罪。我不信了，我绝对不会这样。我们听听啊，观众要不要看这样的表演？哇哇！
他说不要。有一个朋友喊破音了。穿粉红色衣服的那个 Nike 的那个女生，她摇头说不要。无所谓，你有你的选择，但是我可以再随便拖个搭档，不是随便，郑重的拖一个搭档，好不好？这位戴假发的这位男生。哇哦！你看他都快哭了。别难过，忍一忍就过去了。同学，你哭。你还有我惨啊，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呀？等一下，没事，我介绍一下你的搭档。对的，这位朋友呢，他是来，你来自哪里？我来自河南。河南的，咦，河南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辽。你刚才想了一下是为什么？想什么？好几个名字，好，没关系啊。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一对对的来参加。我觉得我们请那个刘真老师和谦贝告诉我们，在参加 party 走那个地毯的时候，红地毯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好，那我们先看刘真老师。好，那我们就来，好不好？依刚才选的次序来啊。首先是何老师跟刘真。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潮流 party，Yes，Yes，OK。先上场的是刘真和何炅，啊，一位舞蹈女王呢，一位是，谁知道呢？来，潮流主持人。接下来是极不和谐的一对，非常美丽的佩佩，还有朱元玉的海涛。哟，有没有感觉一个美女？海涛帅起来了，帅起来了。OK， 好，谢谢。接下来各位，我们对登队的一队，他们的着装也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安排。我们欢迎最红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吴昕、李维嘉。宣布我们订婚了，谢谢媒体朋友，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这位呢是我们节目的上帝，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来自河南的这位帅小伙和我们节目的镇店之宝谢依晨。应该指那边对了。娜娜，我想问一下，你那种莫名其妙的自信来自哪里？真的很自信。但是我跟你讲，他真的很棒，特别他走上来的时候，对，他真，我很少见一个人把同边步啊走得那么的帅气，自己手被你抓着，他就不太习惯，所以他。真的，但是他整个人呈现一种很自信、很帅气的感觉。这是你第一次走秀，是不是？第一次。对。这样，给你。你确定你还能回到那个学校吗？我给你一个机会，选择在场上这么多女生，有娜娜，有刘真，有千佩，有吴昕。如果凭你自己，凭你自己内心的话，你其实愿意选谁跟谁走？我可以选。我可以选。我可以选。一块捡到一块大馒头的感觉，不敢相信。当然，我个人觉得你，刘老师，刘老师，为什么？讲讲原因。性感吗？性感吗？你是不是晚上多喝了两杯？同学，已经醉了，感觉。同学，这样说娜娜就不高兴了。我把你叫上来。原来你跟他走的时候想的是别的女人。同学。我也不是说什么心里不舒服啊，是说我没有嫌你戴着假发把你请上来，然后你又选择了别人。娜娜，我支持你。对对对，是不是？支持你，心里我揍你啊！要动手。谢谢我们同学，谢谢这位同学说来，谢谢谢谢。
那这样我们来聊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一直对我来说很困扰的话题，就是在 party 上我们到底要不要吃东西。我是不赞成吃东西。最好不要，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而且你还要注意是因为它东西虽然都小小的，可是万一你吃到就是也会有那种菜渣在牙缝里面，它是胡椒粉，对，一大颗黑色卡在正中央。看来你有切肤之痛。有，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参加 party， 然后就哇有免费的酒可以喝，哎，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就大口大口吃，就在笑要拍照子。就我经理在旁边看到，哎呦糟糕，对，一个很大一粒的胡椒粉就卡在那个大门牙正中间。真的忍不住踢了一下。你说有一次啊，解释一下，就摇。我就觉得好怪，好朋友一起去，万一要吃了东西，你就会问他说，对呀，对，有问题就好像这样，我这样，跟你刚跟啊，右边，刚跟啊。哎，你知道我们湖南这边的 party 就是通常会上一些就是香菜的小学，对，你知道吗？就会有一些干辣椒啊，或者是那种蔬菜类。那不行。对啊，你知道那个红色的那辣椒粉镶在牙上面，就是好，就要记者采访说，哇，你流血了呀。真的，对，就突然发现是。我是不能吃辣，我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一个芥末的东西，我整个嘴唇都肿起来了，就是像香肠一样。对，所以这个还有像洋葱，有味道的食物。我们这样聊了这么多，很辛苦，然后我们现场来一点福利，好不好？我们这个有一些精致的小美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今天有些什么美食了。我们请这个时尚 party 时尚达人来帮我们这个 Q 一下美食，好不好？麻烦 waiter， hello。 哇， waiter 的手抖的。哎，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去拿，对不对？对，所以他如果他靠近我们，你可以再靠近一点点。他不会吃了你。就从上面把它拿。啊。然后像这种香槟杯要握住它的那个下面这边，对，你不能整个拿住挡住杯子，就不能这么拿，是不是？你看娜娜，你看她，她还有动作。好，那老师，我们就是在就是 party 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喝吗？像我们就我们 cheers 的时候，然后就讲一句就是祝酒词，好不好？哎，有看到每个人谈吐哈？对啊，我们假装今天是一个什么 party 呢？就是那个爱心的吧，为动物捐款，好不好？对啊，好，流浪狗狗啊什么的，好不好？好。飞不归。先生，你吃宵夜来了？娜娜，提高档次。Cheers。早生贵子哦。是我和刘真嘛，对不对？怎么永远都是你跟刘真呢？又见到你，我想这是命。哇，等一下，这是动物爱心捐款。对啊，可以的，下次调情大会下捐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捐嘛。对，聊些私聊的，聊点私聊的。好，我们现在很关心两个女生之间要聊什么，就这样传下去。你要跟千佩聊什么？是正确的示范吗？对，正确正确的。你今天穿得好可爱哦，你也穿得好漂亮啊。哇，你确定这是正确的事？正确完没有营养吗？好想把他们两个假脸给揪下来。官方啊，好官方的。先吃吧，那就维嘉佳佳。嗨，你好佩佩。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是吧，又是早生贵子，好到哪儿去了？你是在跟一个龟仙合作？我要驾鹤西去。也祝福咱爸咱妈和我一样。我觉得前面都没有提升这个 party 的档次了。没有吗？我没有让你提，让你提一下，靠你了。世界和平。举你了，你只能说我举你。我要祝海涛，我先跟海涛。哦，海涛你好。Hello。早日减肥哟。好像风景啊。你小腿也要加油啊。来，为我们小动物一起干杯吧，爱护小动物。所以
婚礼上喝酒要慢慢喝，一口一口闷，对不对？不太好。其实我是建议尽量也是要量力而为。像我有一次就是参加一个party， waiter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给我酒喝，一直给我酒喝，那我就不好意思，想说他来了一杯我就喝一杯，来一杯喝一杯，就最后结束的事也都帮了，这样也都差不多，我都站不稳。我也知道有一个非常绅士的一个人，然后也很内向，他也是在那个 party 里面就是喝多了，然后走到那个 party 里面，就是还有就是吴建豪嘛，他走到他旁边就陪你去看流星。一辈子，第二天他完全不知道，说不可能。我有次也是，我有次也是，就供应香槟吧，就喝得很多，也很空腹喝，很容易醉的。然后也有一个现场的乐队，我后来发现我在那个 party 上拍的照片，是我在那儿拉大提琴。不会啊，就是喝醉。就是喝醉了，就把会拉的那个人推开，拍的照片是和乐队融为一体，好尴尬。大家聊得很尽兴，是的。今天这些小吃呢，大家也都随便吃，但我自己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我所准备的一些 party 的食物。真的这么用心？来，你准备的什么？等一下，你说什么 ？Little Two，Little Two 啊 ，Little Two 是什么意思？小二啊。迷路吗？这是那些看到两个脚，我怕有些就是超级千倍的迷路。对，我也怕有些就像这些，不是每个人大家都很可口，像海涛一些他所需要的也都没有。OK， 所以为大家专门请 Little Two 带来了，对，我的丰收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天哪，这是真的，是真的吗？哎，好香哦！大家，我的天哪，真的摆在这儿，大家随便吃啊！这是我小礼物。刘真，你把它拿起来，你应该没有拿过那么大的馒头吧？刘真，这应该是你一个礼拜的那个餐饮吧？谢谢你的祝福。顶家。笑不自己。重点是娜娜还给大家准备了红薯干，然后吃着吃着突然在 party 上面。我觉得娜娜应该是那种标准在 party 会把食物都打包带走的，对不对？不会不会的。你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你这样看我是吗？真的。那现在我们 party 结束了，我们走吧。你等一下啊。Little Two， 我跟你说，等就准备了，节约一点。这布袋是。就是装打包食物的，其实很多都挨饿的呢。哎呀，真的，刚才我叫上来的那位同学，他现在就很饿，有没有？来做醋吗？这样吧，你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如果真正这种东西应该在 party 上怎么吃呢？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其实这个呢，对，比如说是这么小的，我大概示范一下。因为他都有准备面食，我好久没吃了，所以你要拿着，然后把这个轻轻的插起来，然后挡着吃。对，就挡着吃，不能给大家看到，不能给大家看到，因为如果大家看到你在这样吃是很不礼貌的，所以就会把它吃进去，然后遮一下。娜娜来试一下，来。你不要纸巾吗？为什么要四处装中望啊？他在密室。我先看看有没有在拍照，有没有人看到我？你在台上谁不看不到？没有可能吗？就是在一个 party 吗？是不是很好吃吗？你讲话干嘛要这样？你刚才那个口水都飙到食物上了。好，西岛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参加这个 party 有什么感受？心情怎么样？开心。而且你知道吗？他就是大家没看到，他用那个纸挡着的时候，他的叉子几乎插到了他的十二指肠里面。好后面的，好，你不觉得好后面吗？就是吓到我。哦，怪不得我们在侧面看不到，然后就看他吃的时候，然后那边一排人，真的是插到里面去了。说不定下次可以表演那个吞拳头，或是吞剑之类的。好了，我们今天 party 聊了这么多好玩的之后呢，我们来一点养眼的，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正派了，这个非常主题的部分。就今天请到这个舞蹈皇后刘真老师，不在我们 party 上舞一曲，那是大家不会答应嘛，对不对？是，好不好？那要选一个搭档，要定一个搭档。
选个搭档，我觉得呢，刚刚听了何老师的一番花言巧语之后，我决定。哎呀！佳佳哥，快说两句，快！你家搬回了一城，为了祝贺你，我表演一个吞拳。我是这样的，我的心情就这样。是。你在外面走累了，看累了，都有我在这儿等着你。我怎么就是外面？我这没屋顶的吗？对呀、啊，在外面看的那些有的没的不干净，是该回家洗一洗了。养精蓄锐，不过说实话，为了节目的这个，为了节目的品质，还真的是应该佳佳，因为我不会跳舞，但是佳佳是很棒的。对对对，那就拜托节目组安排回家，好不好？来。作战，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领略了狗狗们可爱的这个活泼。那接下来我们又请到了我们这个时尚 party 达人，同时呢，一位是优秀的主持人，一位呢是非常优秀的舞蹈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美丽的话题。那在这里呢，都希望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拥有您的美丽人生。对，谢谢大家，谢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开心，如果你开心的话就要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不开心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好，我们不如再跳一段吧。来吧，朋友们加入我们跳起来。大家再见。